子晴啊，马上就要毕业了吧？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毕业以后想去哪儿？想过没有？想过，但是还没有决定。学生想去中央日报社做一名记者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格。屈才了，屈才喽！子晴啊，远洋贸易公司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那是我党我国的精英所在。如果你有这个意思，我可以把你引荐到那里。多谢校长的抬爱，不知道学生能不能再推荐一个人。我知道你想说的是赵维兰。王副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从被击毙的日本特务身上搜出来的。日本特务从哪里拿到的这张校园结构规划图？要不是他们对地形这么熟悉，李将军会死吗？我们那么多弟兄会死吗？今天你不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就别想站着出这门。王副官，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不知情。王副官，我能看一下这张地图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请跟我来。就是因为你小子嘴硬。张梅，赶紧说说那图是怎么到的日本人手里。说一千遍也是这话。为了完成我老师布置我的学习任务，我去档案馆借了这个图，之后就一直锁在我的抽屉里。怎么到日本人手里的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那事发前一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跟同学都说你去了图书馆，可图书馆管理员证明你那天晚上并没有出现过，是不是跟日本人接头去了？对，我是没去图书馆，但是我也没有去跟狗日本人接头。没时间跟你们这帮人对驴弹琴，你们赶紧放了我！敢骂我，给我打！你嘴硬，往死里打！真没想到，这张北居然是汉奸！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童子兴，你为什么要带人抓张北？蔚蓝，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张北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奸细。怎么可能？蔚蓝。张北在这次李将军被刺一案有重大嫌疑，而且警察不会冤枉好人的。如果他真是个奸细，那就是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！张北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王教授，同学们，童子兴同学，你替我跟同学们说一下，下堂课我就不能上了。怎么了，郎教授？我要去警察局给张北作证。郎教授，你带我一块儿去吧。郎教授，好吧，走吧，你们自习。去警察局作证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那天晚上到底去哪里了？你管不着。像这种不怕死的，往死里打！住手！出事这几天，张北一直跟我在一起。我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，这是你们刘局长的手谕，请立刻放人。王副官吧，我刚从你们刘司令那儿来，他对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抓人的行为非常不满，他担心你的这种行为会影响军队在爱国青年中的形象。报告，报告王副官，司令有急电，请您马上回去复命。你到底是谁？他是我的老师。把人放了，放开我！张北，你受苦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
子晴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现在好了，就因为我在现场没能及时阻止住你的行为，校董们对我已经有看法了。陆校长，我是因为看到那张图上有咱们学校档案室的资料编号，然后就带着王副官去找的管理员。管理员说，事发前张北把那张图借走了。而且陆校长，这个郎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凭什么他跟警察说张北没有作案的时间，警察就相信呢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。这有什么蹊跷的啊？郎教授三天前就在教研室和其他的老师说过，他让张北借的那张图被人偷走了。子欣啊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因为赵薇兰，你跟张北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。现在发生了这种事儿，大家都认为你是在假公济私陷害张北，影响太坏了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出去吧。以后不管做什么事儿，都不要那么急功近利。慢点吃。张北，这杯酒敬你，老师向你道歉。老师何出此言？是您救了我。不，让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起因都是因为我。说些高兴的事情。这第二杯，老师可要祝贺你了。学生何喜之有啊？经过运作，日本帝国陆军大学已经决定直接录取你，难道这不可喜可贺吗？怎么？那可是亚洲最高的军事学府，经过那儿的训练，你的军事才能和成就都将超出你的想象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这几天经历了太多了，我想现在还不是该去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啊？一，日本人不在中国肆虐；二，找到并杀掉杀害李将军的凶手；三，薇兰可以欣然接受。我本不该参与此事，但你是我的得意门生，如果能帮助你尽快了断此事，那也不妨。就把真相告诉你吧，你看看这个。真田远宏是谁啊？您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我们朝鲜间谍在日本军部拍到的绝密资料，我国大使因为此事与我所在学校有关，才把它交给了我。宁远航是李将军的同僚，他与李将军素有旧怨，主动与日军好战分子勾结，害死了李将军。那个狙击手就是宁远航派来的，枪手只是受人指使，宁远航才是真凶。这个宁远航在哪儿？丰田。もし君が言ったように特戦隊員の大部分はジャンベにやられたと、どうしてこんな多くの日本人を殺した人が欲しいなのか。使えると思います。カカ、我が大日本帝国は列強に参列したけば、まず中国を利用しなくてはないです。満蒙基盤として政戦展開いたします。ところは我々全中国に殺したわけがないです。なので優秀な人材を教育し、その事件私はジャンベイから始まるんです。目的は私に使われるだけではなく、模範効果に示したいです。具体的な方法はあるか。もし
张北は人間暗殺したらどうなるんですか。よし、そうなると我らは困る必要がないし、それに张北も決してあんたに支配させるんだ。交给你是让你来做贼的吗？老师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对不起您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枪。你已决？是。如果你执意要去，我也只能祈祷你平安回来。可是我这支枪携带不方便。你还记得我怎么教你掩藏手枪吗？这辈子要记住，路上和老人小孩一起混过官家，有人检查，挺胸抬头送你的。男人和男人之间不多说了，四个字，旗开得胜。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奉天的路上，没有当面向你道别，是担心自己面对你的目光而动摇此行的信念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会凯旋而归，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怎么样了？我再试试。
用再试了。奉天是日战区，线路被炸的事情是有发生的。看来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和他们保持联系了。眼下我最担心张北会做出什么傻事出来。郎同志，我有一个方案，眼下得有人尽快赶往奉天，及时通知宁先生多加防范。其次，如果能找到张北，全力阻止他。这是唯一的方法了。老杨同志，我请求组织批准，让我来完成这次任务。你去？张北已经无法将这景象和心中的故乡二字联系起来，他看着这一条条充满日本气息的街道，看着街道上耀武扬威的日本士兵，心中感到一阵阵的刺痛。朱老师，你是张北？哟，长成个大小伙了，进屋坐，进屋坐。快坐，快坐。来，喝口水。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啊，我刚从北平过来。来奉天办点事情，办完就走。我想，既然来到这里，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你。真是难得你一片心意。那这些年，您过得怎么样？这些年，我偶尔给人家上上私塾，就和你师伯操持了一家面铺。哎呀，都是为了生计。哎，这个点了。咱们到自家面铺里吃点东西，顺便看看你师伯和囡囡。好，走。刘北，刘北，准备还不来？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姑娘，刘北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会儿，这几碗面。是那几个日本人的吧？我来啊，你别出来啊！快点！哎，金客官，久等了啊！慢点，啊，您先用着，我再准备东西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爸！爸！你得住！娜娜，快跑！还想跑？快跑！跑！放开我！啊！
蓝兰，想什么呢？路都不看。没什么，有事儿吗？哼，看我这自行车怎么样？校长批的，我教你骑吧。不用了，校长为什么要给你批车啊？我最近啊，在接受一个训练，这样方便。校长介绍我去了一个秘密机构培训，特别神秘。等我熟悉了，介绍你去啊。不用了，我就要离开北平了。啊？你要离开北平？去哪儿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要去奉天找张北？我听说他不辞而别了。是又怎么样？蔚蓝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还有最后一年就毕业了，
你真的要放弃学业和大好前程去奉天找他吗？而且奉天现在是日战区，很危险。我不怕。蕾兰，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并不是张北，他能舍你而去就证明了一切。对了，我最近写了一首诗送给你，我念给你听啊。无论你的背影远去在哪条路上，别忘了有一种守望，带着玫瑰的目光一直在原来的地方等待你回头的一瞬。嗯，怎么样，真有徐志摩的风格。谢谢你学长，我也送你一句徐志摩的诗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哎哎，我满装的是什么？就住这附近，我闲得无聊出来逛逛，没想到在这就碰到你了，这就是缘分。私の友達です。検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か？お嬢様、失礼です。おりど、行け。没事。谢谢你英子，我来奉天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咱们这么多年不见，一块坐下来吃点东西喝点茶不行吗？英子，现在的奉天，中国人和日本人还能坐到一起吗？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。再说了，我想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放你走？又是个女孩子，这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这次任务很复杂，但是请您相信我。至于张北，他虽然性子急，不过我相信我的话对他还是能起到作用的。我是完全相信你的个人能力，要不然我是不可能答应自己去的，对吧？蕾兰，办好这个任务你可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任务，组织奉天等地的爱国群众，加强我党在日战区的地下反抗力量，完善敌后抗日情报机构。你到了奉天以后呢，我会安排丁云清同志来协助你，你到了以后第一时间去找他。我记住了。我得啰嗦一句啊，在敌后工作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，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可你的变化却很大，以前也没见过你穿这个衣服。你不是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日本人吗？而且上学那会儿同学都说我是外国人，还欺负我，只有你挺身而出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时候时局不同，
雏菊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谁对我好，我就会对谁好。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挺好的呀，要不是中国人的帮忙啊，要不是你父亲帮忙，我们家的生意也不会做得这么好啊。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每次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吗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对不对？对。请你把这句话回去转告给你的日本同胞吧。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？对了，你们家粮食的生意做得怎么样？你父亲还好吗？我好长时间啊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我还没回去过呢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刚回来吗？这不刚回来就被你碰见了吗？我在丰田还有些事情，还没打算回去。那你现在有住的地方吗？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。我有一个好地方。妈，等等，小心吃枣啊。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，够大吗？这儿是客厅，我带你进卧室看。因为可能太长时间没有人住了，所以有一点灰尘，不过你打扫一下，反正别嫌弃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这么大了还玩娃娃？那个上面的那个字，哦，是因为我前两天练汉字，没有找着纸，就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父亲还等着我呢。谢谢你。那个，伴你入眠，走了，再见。奉天的第一天就碰到这么大的变故，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和老师一家的惨死，使得张北心乱如麻。而事发现场出手相救的神秘人又到底是谁？他的身手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给你的子弹打死我啊。我不说是让你走了吗？回来收拾啊，我都替你料理完了。大哥，白天的事儿我还没有谢过你。都是中国人救中国人的事，不用谢。既然您不爱多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但是从您的身手和样子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人。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。我不知道您是哪条道上的，但是既然您敢冲日本人开枪，我就打心眼里敬重你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走。大哥，既然你帮过我一次，我想请求你再帮我一次。有一个国民参议叫宁远航，您知道吗？你找他干嘛？宁
您认识他？我是从北平来参加学术会议的，听说宁远航先生一身正气，学识渊博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抗日的强硬派，为此我希望能够结识他并受到他的点拨。抗日的强硬派，这话说得不错。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小子，你要是敢动宁先生一根头发，我还会给你几颗子弹，但是这次不是放在你的枪里，我把它都放在你的脑袋里。进来，校长，您找我。过几天就要考试了，如果你能顺利通过，你将成为远洋贸易公司光荣的一员。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是，学生一定尽力而为。子清啊，尽力而为、全力以赴，那都是失败者的借口。我们作为党国的精英，没有这个选项，我们只有胜利。你明白吗？学生明白。子清，有句话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，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前程。是，请校长放心。1921年出版的《东方诗集》，这书您得定。只要能拿到，就算等到明年7月份也没事。所以您是？我叫赵薇兰，我箱子里有老杨同志的亲笔信。出发之前本来是要发电报通知你们的，结果线路一直不通，因为情况紧急，所以就直接来了。电报线路刚刚被我们的同志给修好。老杨同志让我来找一位叫铁文清的同志，他在吗？我在这呢。